3, 2, 1, action! Anu! Diberikan Anu!穿呢，这个裙子好像不方便呢，这个好像很热嘞，这个，哎呦，这很像之前post过，很像黑黑这样。 第一天，第二天，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 ，OK。 我们要去飞机场了，我们不是晚上的飞机吗？现在才白天罢了。我们早一点去，不然的话呢，赶不上飞机耶！快点了，快点了！啊！电动关了吗？关了。冷气关了。风扇关了。 WiFi 关了。窗口关了吗？关了。孔风啊，孔风 ，OK。 帕斯带来了吗？带了。帕斯有过期吗？没有。牙膏带来吗？带了。牙刷带了。衣服带了。底裤带了。钱包带了。厨师带了。电话带了。第一天，第二天，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。我就五条底裤哩，可是我去六天，不够穿，怎么办呢？ 去机场了。啊，给20秒。OK， 好了。 就是我安排好的行程。第一天，我们7点早上要起来，然后我们要去放五楼梯。第二天，我们也是要7点起来，然后我们要去凤凰教堂跟龙桥。第三天，猜猜猜，我们也是要7点起来，因为我们要去同一馆跟咖啡公寓。这就是我们去越南的行程。总之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7点起来，因为你看，我们的行程真的是太赶了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。 OK，OK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的。哎，我们几点醒了吗？passport 签吧。哎，baby，你准备好了啊？好了，走了。可以帮我拿行李箱吗？可以啊。不是这个，是那个。哇喽，你搬家？ 早一点睡，明天还要坐飞机。第二天早上，哎呦，不是睡不着，去飞机上睡了。哎，大勇，我们去台湾玩几天了哇？哎呦，我不是讲过了没？7天6夜，不是5天5夜吗？啊，不是4天5夜吗？啊 你明天去旅行是吗？不是明天，我先收着。哦，这样你几时去？下个月。下个月。
十七，七十三，七十三减六十七等于哦六 kg。OK。Master of again with calculation。OK， 六 kg pay and carry。倒数一百天就要去日本旅行了 ，Yes， 很期待，希望时间可以快点过。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去晚了。等等，要洗尿尿。叉子，汤匙，筷子，杯，碗，卫生纸，牙签，体重机，胸罩。哎，没有。哎呦，我竟然脏胃！哎呀，用酒精的啦。牙膏牙刷，哎呀，用酒精的啦。仙姑啊，哎呀，用酒精的啦。哎，哎呦，我钱还没有换呢。哎呀，具体讲话呢？呸，被准备好了。哎、欸，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，走。你的行李？哎、欸，